谢谢饥饿游戏的粉丝，有你们的支持、拉票、投票，我们获得了这个奖。然后实在有太多的粉丝，我本来要用背的，但是背不起来，只能用看的。哦，不论是五六粉，还是花花粉，还有八三幺粉，还有圈圈粉、PS 女孩、百万象米粉，当然还有我一点点的主魔粉。好，有你们的努力，我们得到这个奖。然后在这边要讲一下，在前几天吧，五五六六演唱会，他帮我们设计了一个拉票的桥段，本来是不太愿意，后来变成真的帮我执行了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以后字写大一点。还有决战之夜，他们没有先约好，就一起来同框拉票，一起直播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啊，还有一些艺人朋友也接力的帮我们一起直播拉票。这个一定要讲。再来要感谢中视节目部廖副总，还有江姐，然后还有旭安哥的监督指导，让我们得到了这个奖，非常感谢。最后，我们要把这个荣誉献给一个电视人，他努力了十几年，也陪伴我们十几年。他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，知道我们得奖了，应该也会很开心、安详、快乐。然后最后，饥饿游戏七周年了，我要前进澳门，然后我也是允诺，我就去跳澳门塔了。谢谢大家。